我们卖的点心有牛温水，那牛温水就好像是一头牛躺在池塘里面泡澡的样子。那我们是用池上的圆糯米揉制像马吉一样，然后再淋上黑糖姜汁。那我们还有卖其他的甜煎点心，有菜包、肉粽啊，还有杏仁茶。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来熬制，但是我们家是开瓦斯行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在怕没有燃料可以使用。